你的每缕花都洒不尽这没有房的挑一套圣诞爪。宝，你选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哪一套？我不发你了吗？两套都可以，你随便选一套，选了赶紧买，买完就可以拍便装了。没有，你怎么了？嗯，咋了？干啥呀？你怎么发到闺蜜群里面去了？你怎么那么亏？不可以了！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咋了？哎呦，玩的挺花呀你！哎呀，都怪你！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他肯定讲小凯的呀！啊！气死人了！多少钱？啊，都行。那要不我们去吃那家圣诞？